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宁。现在我要带着我们家的小麦同志去我们的乡卫生院去给他做个血常规，已经过去三天了，希望这一次能够顺利的达到手术标准。小麦，奥利给，奥利给，好像十号回来吧？啊，今天这才麻烦了，这个小细血管，今天又要找一次。这块抽下，嗯，没法子吧？照的时候咋听？我感觉你的手还是比较高啊，因为哇，这个血管每回抽血都是好几次。现在拿到这个了，然后我赶快把这个发给医生看。刚才医生回信息了，说是他这个血常规检查出来已经够这个手术的条件了。哎呀，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赶快把这个坎过了，然后我就赶快好好的赚钱了，赚钱还债。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陪伴，拜拜。